刚刚那个副管也是一样哈，就是这个在练习的时候，他有想过带出来，看你能不能把它带出来。带出来这个副管一定要，这也可以放在中心，放在前面，也可以放在后面，也可以放在前面。副管不要大，不要大的，一定要小。小步的话，中心就不明显，我这里也可以说，这里也可以说，就在这里重一点点，也可以，都可以动，因为你步伐小，重心交换很快，马上就可以做。这个步啊，不要搭那么大，一定要小，一定要小，双手抓，一样，这个也可以把它带出来，听话，听话，知道。单手抓，听懂吗？假说自己，就是本来是这样的。你看看，单手抓。单手抓就是说，那个头发是同时哦，这样不够用，就是把它吸进来。另外一个，我进去也可以，进去能干，啊，进去。他就抓住，他就不动，他把我抓着我都不能动。假设，一个是我把椅子移动，一个是我直接进去，我可以直接自己进去啊。就练习转身，好，直接进去也是一样转身，手放下，手放下，来，这个也是，稍微转一下，再稍微转。这个有走，这个是靠在腰带上，这个走一点点就是在这里。这个叫做，来，这样走，好进去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带出来，好，你这样子可以走。还有，先做这个，啊，这个